阿米嘞，他做了好多好多种不同样子的工作。哎、欸，哦，对，我们看到现在人潮这么的多，我们现在跟大家拍大合照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，手上有嘉明娟牌子的，或者是呢，你手上有其他东西，你可以举起来哈，像是饮料啊、卤味啊，还是公公啊，下面弄牙签，手举高好不好？拿雨伞给我。好，你手举哦，拿雨伞也可以，手举高，开心一点点，然后再来就是露出你最灿烂的笑容，最好让我看到你的蛀牙，不是，最好让我看到你最漂亮的牙齿。好，我们背对大家。好，好不好 ？OK， 闭起了眼哈，来，大家手比高，来，一二三，耶！后面的朋友手举高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真的好开心哦，我们在现场逛六合夜市哦，相信有很多朋友来到六合夜市都是想要找好吃的、美味，或者是玩好玩的。啊，你之前一定有来逛过六合夜市嘛，对不？没，你前面不敢来过。我只去过林中心的摊位。哦，你嘛是有成功来过啦吼。对。因当时咧炒那个鳝鱼意面，咱这搭嘛就好食的，咱这把这搭嘛是优良摊贩的，对不？真的就好食的，对不？是。啊，这边够鹅肉摊的，我很多朋友来这边都吃鹅肉的。还有这边花生糖也很好吃。那要怪林中心的，我问他哪里好玩，他自己有说我家。我，他自己说他家好吃。哦，他都说我家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来啊，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排骨酥汤，他们家的干面，还有肉燥饭，好好吃，还有旁边的水饺，每一摊都非常非常的好吃，这边都很好吃，真的。然后今天现场呢，熊盖点完戏，我们也要为大家来做一个那个观光美食代言人啊，也要来介绍到江明娟的最新专辑。在我手上这张就是江明娟的最新专辑。对，我的最新专辑。不能盖小姐的这张专辑，我好听也不好听，你自己讲。自己讲当然好听啊。其实这张专辑呢，其实收录了六首新歌，然后有四首翻唱。然后翻唱其实我们都唱得很经典，像是为你我受冷风吹，然后或者是如果没有你，就是让大家可以觉得说江明娟从一路比赛来，其实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改变我自己原本有的唱腔。那如果你可以买回去听听看，其实我已经跟以前的东西是不一样了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然后让我可以更努力的走下去。 Thank you Thank you， 来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那拍照对不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帮大家签名再来拍照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要买专辑再上来，好不好？你要先买啊，再过来这边这个签名。那今天其实他这张专辑当中啊，刚刚有讲到六首新歌，六首新歌。然后呢，你知道里面其实也有一首跟你刚刚没有介绍到，好好听哦，《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》。哦，对啊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比较抒情的一面。你来在搞情哦，今天就搞哎。啊，我就只会唱歌，什么都不会。你会很多呢，谁会在家里修冷气？我就是他，修冷气。修冷气可以到我的无名下，真的假的？打工。那你今天晚上来我们家修我们家那台冷气？他上次上我节目啊，我第一件事你不是问他说你专辑好？他第一件事情是问我说，我家的冷气坏了，我该怎么办？另外那一台冷气怎么办？结果他在跟我，还真的跟我很认真的这样解释，回答很久哦。好啦，啊，你等一下上来，你不要再问他冷气的事情。对对 对， 對。也不要再问他干地的事情，求怎么剪比较快哈。对。就买他的专辑，现场只要350块，以及我们今天现场会帮大家来签名哈。好，所以呢，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。我觉得其实高雄是个非常好的地方，那我来唱一首经典的歌曲给大家听听看好了。我没瓦瓜，多几条瓜。对，我很随性的哦，不要乱随性哦，随性哦，先来讲。这放歌的都觉得很头痛，我每次想到什么就唱什么。放乖哥是一个阿伯，你卖个嗨。哎呀，真的嗨死嗨死。我觉得让大家听听看，我诠释林忆莲的一首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好好听哦！谢谢，掌声鼓励鼓励。